由天才男神胡一天搭档女星陈玉琪出演的穿越剧《超时空罗曼史》开播了。胡一天饰演民国武打明星向晴雨，意外穿越时空遇见陈玉琪饰演的菜鸟编剧金阿莹。原来金阿莹从小就是向晴雨的铁粉，她爽快收留偶像入住她家，还不时露出花痴少女心，简直是追星天花板呢。打扰了，宇哥。向晴雨要求买衣服，却意外变成服饰店的 model， 天生的衣架子加上帅气爆棚的脸蛋，小编都快要流口水啦。这也太帅了。我就中意这一套。那。不够吗？店家，虽然我不知道如今物价几何，但这些可都是上等的冤大头，我劝你也莫要太过分了。你是不知道现在物价飞涨成什么样子，就你这几个银元最多值几碗面钱。哎呀，我呢就好人做到底了，这银子我给你收了，这衣服钱我也给你付了。老板，400。400？你这衣服别人根本不会买。谁说的？你看那个男人身上穿的衣服好好看啊，老板有没有货？是，有有有。你这什么款的？西服嘛，就是西服，什么款不款的？这是少壮新潮款的西服，类似于裴罗蒙的罗宋派。那给我来两件。要几套啊？啊，三套啊。啊，我们帮你带货，三七分怎么样？宇哥，你要是喜欢就多选几件，我买单。赶紧试试去，快去快去！再试试。